圈养的家猪能否适应山里的严寒酷暑？活得挺好，挺多的，看查不过来。藏香猪为什么会被称为高原之珍、雪域之宝？这个藏香猪真的是浑身是宝啊，那就连它的这个粪便也可以去入药。什么样的猪肉才是真正好吃的极品猪肉呢？它是一红一白，一红一白，不一样的猪宝贝，走遍中国正在播出。观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走遍中国。关于自然界中的动物呢，我们有很多传统的认识，比如说马都是站着睡觉的，红色呢能激怒斗牛，而猪给人的印象呢一般是一种特别不爱干净的动物。那么这些动物真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吗？其实啊，如果这个地方够大，环境够安全，马呢是很乐意躺下来睡觉的。红色呢也不能激怒斗牛，因为牛呢是不折不扣的色盲。那么猪到底是不是真的不爱干净呢？其实啊，猪之所以经常满身的泥污，是因为猪的身体表面没有汗腺，需要在泥浆当中打滚才能够保持身体的凉爽。不仅如此，猪还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。上个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一项实验中，通过研究人员的训练，猪完成的任务的时间居然和黑猩猩差不多，聪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。那么看似体态笨拙的猪和灵活矫健的狗相遇，又会发生什么呢？在黑龙江伊春市的义陵山上，我们有幸目睹了一场猪狗大战。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，在这场猪狗大战中，狗群只是在声势上占了优势，而每当正面交锋时，反倒是散养的山猪展示出了他们的野性。李立峰是义陵山山猪饲养的领头人，这些野性十足的山猪就是他饲养的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？这是那个，就是天这不雨下的大嘛，给猪你稍稍补点那个料。这个玉米，但就是补点核桃，就是多补点核桃，少补点玉米。它能吃核桃？哎呀，吃可好了。是吧？从事养猪之前，李立峰夫妇都是铁力林业局的职工，工作地点就是这座义陵山。义陵山位于小兴安岭南麓，曾经是中国非常重要的木材生产基地。我们行车的道路是拆除了当年运送木材的小火车轨道之后形成的。沿着这条路，我们径直抵达义陵山深处。听到汽车的轰鸣声，猪群立即从四面八方向我们靠拢了过来。李立峰夫妇从2004年开始养猪，2009年响应铁力林业局发展林下经济的号召，承包了山林，搭建了几个简易的猪棚，把家里的圈养猪搬到山上散养。当时就是想吧，你说这山顶这么多吃的，我把这个猪给它放到山里试一试。完了，一开始的时候，先期进来的是33个母猪吧。2年的时间，这30多母猪就是有了13个，就算成了。其余的也不行，也有的也死了啊，也有的那个有病了。今天，李立峰邀请了几位朋友，并且带着猎狗一起上山。除了给猪补饲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给大猪称重，因为他在互联网上看到，有的地方一头体重达到1000斤的猪可以卖上几万元的高价，所以他很想知道，放养了近5年的大猪，是不是也接近1000斤了呢？想要给猪称体重，首先要把散养的大猪装进笼子里。几个人费尽了心思，也没能诱使大猪自己走进笼子，改用绳子套，又是几次都被大猪挣脱掉。李立峰告诉我们，他在网上看到的千斤猪都是非常臃肿，甚至是行动不便，相比较之下，自家的大猪能跑能跳，灵活自如，所以他预测自家大猪的体重也就在700斤左右。
经过几番围追，大猪筋疲力尽，终于被绳子套牢，推进了铁笼里。哎呀，等一下，你往前蹬吧，让他蹭出去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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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冬季可以耐受零下30几度的寒冷，它们渴了有山泉水可以喝，饿了山林里有多种植物草药可以吃。山里的核桃是这些猪的最爱，它们仿佛练就了铁嘴钢牙，竟然可以轻松地将坚硬的山核桃咬碎，并且连同外壳一起嚼碎吃掉。就在这时候，李立峰突然得到消息，一头失踪了半个多月的母猪在山腰的食物补给处出现了。大姐，这是你之前要找的那个猪吗？对，这猪都丢半个月了，这不今天才回来，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，这猪看见是给外面下崽的。你看它这半个月时间里，它早比这个胖多了，它现在特别瘦。它那要下崽的时候，它不爱在家下，它就得出去上自己去找窝去。但如果找得近呢，这窝近的话，下完崽它就把崽领回来了。但它这好像是肯定是离得远，看这架势啊，对，要走了，真要走了，跟着呢，嗯。为了不惊扰到这头母猪，我们远远地跟在它后面，走进树林深处。也许是因为有小猪的牵挂，母猪的脚步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很多。接连趟过两条小河之后，母猪停在了河岸上。啊，真是下了，生了啊，还生挺多啊，活得挺好，挺多的，看查不过来。按照李立峰的指挥，我们逐个过河，慢慢靠近母猪和小猪。啊，八个。但我发现它这个搁这过来不是它原来就是下崽的地方，它应该是往回领的时候到这儿过不去河了。它要是自己下的时候，它把那往常的把那窝垒得特别漂亮，就是有草了，有树棍啥的，就跟那小鸟睡窝似的，它都垒得它自己是啊相中那个窝，完了才能下。但你看这个感觉就像那个就搁土上拱吧拱吧，就好像是猪崽的到这儿了过不去河了，临时我扎到这儿。从前要靠人看管饲养的家猪，在适应了环境以后，不仅抗病能力、觅食能力都得到了提高，就连产崽也可以像野猪一样不需要照它。李立峰在山上散养的猪呢，其实就是普通的家猪，但是在适应了山林的环境之后啊，这些从前被人们圈养的家猪在山林间生活的是悠然自得。猪的适应能力很强，各种谷物、野果等素食都能成为它的食物，一些野猪还会捕食兔子、老鼠这样的小型动物，就连毒蛇也能成为它们的盘中餐。在生活环境方面呢，山地、丘陵、荒漠、森林对它们来说呀都不在话下，甚至连缺氧、寒冷的高海拔环境它们也能够应付自如。这种体型娇小、毛色黝黑的猪呢，叫做藏香猪，是西藏林芝地区的一种古老的放牧型猪。它生长在海拔3-4千米的高原上，藏香猪的警惕性很高，奔跑速度呢也非常的快，并且呢不怕人。在一般人看来啊，这是一种非常难控制的动物。那么藏香猪究竟是如何放养的呢？它为什么会被藏族百姓称为高原之珍、雪域之宝呢？从林芝八一镇出发，经过3小时的车程，我们到达了林芝地区工布江达县的错高村。错高村的民居都是用石头和木板搭建的，还保持着最原始的西藏古村落面貌。这里的村民家家户户都养只藏香猪，在养殖户淡增落锥家中，我们第一次见到了藏香猪。这个藏猪它跟那个家猪的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，因为这个鬃毛
比较长，然后还有立起来，感觉就是说还是有一些野性的那种啊。鼻子也会再长一些，耳朵是立起来的。嗯，那它比那个家养的那种猪个头要小啊。嗯，我们当初呢，三年四年的话，比太大的没有，最大的50左右。丹增洛追共养了60多头藏香猪，大部分的藏香猪都在山上放养，晚上在山上睡觉。而这些留在家中的基本都是母猪和小猪，小藏香猪野外生存能力较差，丹增洛追会每天给它们补充一次饲料，饲料是炒熟的青稞，这不仅是给它们补充食物，更重要的是要小藏香猪记住家的味道。你们去放养的时候，补饲的时候也要给它喂这个是吧？就是喂这个。嗯喂这个的话，它身上走那，它喂到这个土的话，它回来了嘛，是吧？啊，就是从小给它喂这个，然后它就记住这个味道了。然后在山上去叫它的时候，它就会回来哈，就晓得这个味道。这块群山环绕的湿地就是丹增洛追的牧场。这里是丹增洛追给藏香猪定点补饲的地方，牧场中还建了2个猪舍，每天晚上在山中放养的猪会回到猪舍睡觉。那你就是这里还有猪圈。丹增洛追的哥哥已经先行来到这里等候了。一般这个补饲是多长时间上来补一次？一个星期补一次。啊，一个星期上来补一次饲。那现在能把那个猪叫回来吗？叫回来。可以哈，那你们叫吧。好好，叫。幺五幺。几分钟后，几头猪就跑了过来。但曾洛追说，这是在附近吃食的猪，而跑得远一些的，还要多换一会儿才能回来。幺五幺。十几分钟后，又有几头猪回来了。这里来了。哦，这儿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7只了。经过清点，还有14只猪没有回来。丹增洛追说，要到附近的山里去找到他们。我们跟随丹增洛追一起来到附近的山上，寻找没回到补饲点的藏香猪。山上随处可见各种野果，丹增洛追说，这些都是藏香猪平时吃的食物。藏香猪吃的最好的就是这个青稞籽。现在这个新出来的你看嘛，那么小嘛，8、9月份的话这个掉下来了，就会长大。长大掉到地上，然后猪就会吃它。就是你看嘛，青稞籽啊，要把它外面这个剥开是吧？剥开，它长大的时候它自己剥开了。猪吃这个有什么样的好处呢？对它，猪这个吃的话还是长大了，还是那个吃的话，猪那个肉太多了，油不要太多。哦，就是猪吃了这个之后，它的那个肥肉就不会很多很腻的那种。夏季，林芝地区的山里开始生长各种野生菌菇，这也是藏香猪的美食。很快我们就采到了几只菌菇，并且有了更惊喜的发现。哎，你看嘛，这里全是松茸了。这是松茸，就是长在这个树底下吗？啊，树底下。松茸就是青稞树子底下，其他树子底下出来的话这是假的。就是在青稞树底下。这个是正宗的。猪也会吃它吗？吃了，肯定吃。哇，那猪吃的这个猪的伙食太好了。就是。就一般都是在这边活动是吧？就是。也许是山里的山珍太多，让丹增洛追家的猪乐不思蜀了。每次补饲，丹增洛追都要去山里找到没回来的猪。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怕他们吃不饱。咱们这个猪有没有那种找不到的？就是一个星期还是3、4天，补一次饲料。不补，他们不去看的话，那一年一只只山上放的话，那他们人都不认识。所以就是这个补饲是特别重要啊，特别是一个联络感情。就是。幺五幺。寻找了一会儿后，终于有几头猪跑了过来。幺五幺。哎，我看到了。那个猪那边。看到了，下来了。
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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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。有一个领头的猪啊，猪下来，其他猪才会下来。啊，就是。哎、啊。呀呀，找到喽。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嗯，呀呀。下来了。呀呀呀呀呀呀！啊，你可以摸它的。嗯，就是。那我可以摸吗？嗯，可以吗？哎呀，不行，它还是不认识我。认识就是。是吧？嗯。不认识我，它就不会让我摸啊。呀。它的鬃毛很硬，鬃毛还是很硬啊。由于藏香猪放养在山林间，常年使用丰富的野生植物和藏药材，因此肉质上乘，是不可多得的美味，甚至连猪粪也有着特殊的用途。这个做药的，猪粪可以做药啊？嗯、哦，那这个是怎么做呢？这个装到桶里。嗯，烤好烧了。那您家里有没有就是用猪粪做药引子制成的药啊？有，有的。嗯，我们能看一下吗？好，可以。嗯，这个没有关系的，就。哦，就是这个哈、嗯，这个上面写着就是这个药是可以治疗这个胃炎啊、哦，治疗胃病的一种藏药。嗯，真的挺神奇的，这个藏香猪真的是浑身是宝啊，那就连它的这个粪便也可以去入药。就是。嗯，作为常见的家畜之一，猪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的动物了。而作为人们餐桌上常见的食材呢，猪肉的价格也并不是特别高。但是在安徽安庆啊，有一种猪肉的价格却在每公斤100块钱左右，猪小排的价格呢更是高达了每公斤200元，它就是安庆六白猪。这六白猪呢，顾名思义就是有六白啊。你看它呢，四蹄是白的，尾巴呢是白的，还有鼻子中间也有一道白。据说这个六白猪呢，猪肉是香而不腻，入口即化，这口感是一点都不逊色于顶级的雪花猪肉。但是由于六白猪的饲养周期相对比较长，饲养成本呢也比较高，许多的农户啊就转为饲养经济型的瘦肉猪了，六白猪呢就逐渐远离了人们的餐桌。为了恢复这种日渐稀少的宝贝，安庆市建立了成岭养殖基地，六白猪的繁育问题得到了解决。随着六白猪数量的逐渐增多，我们又能够品尝到这种老味道了。在安庆市太湖县六白猪成岭养殖基地，我们采访到了研究猪品种的专家张伟弟，他正在给刚出生的小猪做体检。我们工作当中啊，经常要抓小猪检查它心跳啊、呼吸啊，但是你一抓小猪呢，这个母猪它是不干的。那么现在有一种方法呢，可以很巧妙的把小猪给抓出来。为小猪做体检时需要特别小心，必须要等到母猪睡觉的时候才能进行。一旦母猪发现有人抓猪仔，就会暴起伤人。啊！但是你要抓尾巴，那不会惊动那个小猪吗？哎，不，小猪的尾巴提了起来的时候，它的神经末梢比较麻痹。你如果抓肚子，它立马就醒。这样您怎么搞它的健康状况？它眼睛是清亮的，呼吸不急就是了。都正常。啊。这个小猪漂亮吗？漂亮。用您的审美来说，怎么说它太漂亮了？双眼皮看着吗？大眼睛。双眼皮，看美女是一样的，只要说你的大眼睛多好看。安庆六白猪从2000多年以前的秦汉时期就已经培育定型，为了适应当地多山多水的特点，它们竟然可以像狗一样昂起头来，所以人们又给它起了一个哮天猪的美名。说话啊。
你看它这个生态特点就是既能抬头又能低头。这只有我们这儿的猪可以吗？这个是其中之一。你看它要上山呢，要上坡，要下水，这个头非常灵活，既能吃高处的，你看这吃高处的，也能吃低处的，这个颈椎非常灵活。如今已经年近70岁的张伟立教授与猪打了一辈子交道，被同行戏称为安徽猪头。据他介绍，虽然许多人都觉得吃瘦肉型猪肉更健康，但在世界范围内对猪肉的评价是，只有肥肉中包裹的瘦肉才是最高档的肉品，并且对于很多吃猪肉的中国人来说，更喜爱这种膘肥体壮的本土猪种。你可以看得很清楚，一条白一条红，一条白一条红，它绝对不是一块红肉一片红，一块白肉一片白，它是一红一白，一红一白插着长的，这样的肉到嘴里就是只容你口不容你手。在张伟立教授推荐的猪肉宴上，有一道菜令我们大开眼界，这种用来涮的猪肉必须是猪身上最好的猪肉。大多数人会认为猪的前腿或后腿肉才是最好的肉，但是在张伟立教授的现场指导下，操刀师傅却没有选取这两个部分的肉，而是掀开猪排，在前腿后部选取了不到1公斤的雪花肉。哇！我们现在看到的呢，这个地方是红白相错的，这就是前肩雪花肉啊，这一道雪花肉。前肩雪花肉。这一块肉是这个猪身上最宝贵的地方是吗？卖价最高，最好。那说到这个卖价的话，像这一块肉它能卖多少啊？在国际市场上，这一块就是按西班牙黑猪的这一块肉的话，大概是400欧元一公斤，相当于人民币大概是4000块钱人民币一公斤，将近4000块钱，卖这么高？对。哦。这块肉呢，大概有个700克重。好。基本上是贴着这个骨边切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好，拿下来，你看它是越来越厚，看见吗？这块肉。哦。好，到了，拿下来。用雪花肉切成的涮肉，肥瘦相间，不仅色泽赏心悦目，口感更是令人回味无穷。搭配起来才好吃。对对对，你涮一下试试看。先蘸一片是吗？你要把它夹开。哦，从这角度看，我觉得真是好看。啊，剔透玲珑。就像您说的那样，红就像红玛瑙一样，这个白就像那种白玉一样，特别干净。哎，你看，看到了吧？啊。到水里啊，一下。两下，几下？三下，跟着我走。啊。四下，五下，拿起来可以吃了。就基本上是5秒钟的时间就可以了。可以吃了。那我不需要蘸一下什么调料吗？你要蘸也行，不蘸的话呢，就是它的自然风味，很嫩。真是。是吧？虽然只涮了5秒钟，但是感觉到这个肉因为过于鲜嫩，所以很快就熟了。那，这个真是几番回味之后唇齿留香，特别好吃。如果说这个红烧肉，它是以香为主的话呢，这个涮猪肉呢，它是以鲜为主。你现在尝到的是鲜味，就是氨基酸在水里的味道。其实刚才吃第一口的时候，我还会担心这个肉因为没有加一些什么盐啊或者是佐料之类的，然后可能不太好吃，没有腥味。吃到嘴里之后一点腥味都没有，而且感觉到这个肉特别的鲜嫩，是吧？猪肉不仅味道非常好，营养呢也很丰富，而且在相同的重量之下，猪肉中的维生素 B1 的含量呢是牛肉的5倍多，因此呢建议您吃猪肉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大蒜，这样呢有助于延长维生素 B1 在体内的停留时间，对促进血液循环、消除身体的疲劳、增强体质都有一定的作用。而作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，家猪不仅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肉食来源，同时呢，也为人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医药资源。现在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抗凝剂就是从猪小肠当中提取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